对，行吧。哦，快点的，吃完了。养白脸，白脸女高我。这样衣服，这样还是特别。酒精非常不行。这边的女朋友都在关注，对不对？好，那你们一起练呢。呀，这你有钱。酒吧闭了，哎，我的卡分，黄色的卡分没有了。摸两份吗？我多的发上去个的，还有两，前面没有了，前面两分，分啊？多一分好。那你Corinne，你可以拿老大啊，就搞片老大，第八课的 Corinne 还有诺言。被领导的，三四，换一个吧。对。我们公司可以这样。没有，是有一个。喂，这样哦，这边电话啊，家里玩，这边又玩，我没有问你，哦，对。啊，给不，插嘴，我问你吗？我问你才回答你吗？嗯，我不是吗？给不，八公江。OK，网课同学，你们可以来拿老大啊，九八 C。喂，好啦，玩够啦。喂，我问你啊，你好。OK，好，来看，刚才第一面，8.1。还有我们要进第八课，第八课是讲关于本都的 Malaysia。OK，我们会讲到Taboran，我们叫本部。OK，啊，网课同学，如果你们有答，你们可以啊写上来先啦哈，先写上那些字，然后你们在拿到楼道的时候，你们才写啦哈。给、okay, 这个分部或者是散部。Okay, 分部或是散部，这个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居民啊，分部跟散部。OK，然后他什么意思呢？他说看呢，Taboran penduduk，OK，ialah sebaran，sebaran 跟这个散部是同样的意思来的。penduduk di suatu kawasan，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那个地区，一个地区哦，那边的人口是多。还是比较少，还是很密集，很靠近的，还是很疏远的。这个我们就称它叫 Taboran。OK，比较疏远的，像甘榜了，你去到那个郊外啊，哎，甘榜，你看它的屋子都是一间，然后远远一间的吗？因为不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排屋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吗？或者是主屋，全部都是在一起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要看那个地区人口的分布跟散布，也说 Taboran 啊，penduduk，OK，这个人口的这个分布呢、散布呢，menjorak 干，menjorak 我们讲显示啦，OK，显示那一个地方，OK，那个地方 sama ada mempunyai penduduk yang sekata。OK，或者是迪拉斯嘎达，斯嘎达不是背过，什么是斯嘎达？啊，它是平均还是不平均的？哎，多还是少的？或者是同样的还是不同样的？
哎，这是不同样啦，或是不平均也是可以，有很多意思啦。啊，如果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思嘛？所以刘星丽，刘星丽，你爸爸叫你拿考试纸来看。这个是很大，第八课。OK，so、okay, 这个它显示出那个地方呢，啊，人口是平均呢，还是不平均呢？OK，so、okay, 这个达摩让这边你要记起来，这个第二个是重要的啦。哎，这个重要的，跟这个达摩让本就说什么意思，你们要知道了啊。这个它的 maksud 它的 definisi 跟这个第二的这个你要知道，在这边，这一个第一的就不要你要，它是告诉你罢了，你要懂就要懂，你说 OK。哎，考试没有这样子问的。问的话，他只会问这个东西，给那个达波让本都多啊，人口的分布或者是散布呢，它可以分成这个三种。如果我们讲 Dida Scada 哈，Dida Scada 就是变三个，就是不一样啦，那个地方不一样的人口分布不一样。它分布不一样，怎么样分布不一样呢？我们可以分成这三种咯，一个是 Padat，Padat 我们叫是很拥挤的，啊，Padat 叫拥挤啊，要写不要转笔，拿笔拿出来要写，不是哪一段啊？OK，拥挤的这三个字一定要懂，知道吗？还在玩笔，Padat。第二个呢，是的哈呢叫中等的，OK，中等的，拥挤的，中等的，跟 jarang 呢也叫做稀少，拥挤、中等跟稀少，那这三种啊，这个记起来吧，这个三个字。有什么？Padat、Sederhana 跟 Jarang。Alright，so 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人口分布呢，我们可以说是 Dida Sekata。你有看到哪里一个马来西亚的地方人口全部都是一样拥挤的吗？全部都是一样中等的吗？没有。OK，so、okay. 他在这边呢，他说在这个坎巴丹丹啊，这个我们讲它的拥挤度是密集度啦。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人口密集度啊，科巴达丹本就是我们说我们叫人口密集度。这人口密集度呢，在2010，这是已经非常久很久很久，12年前的这数据来了。他说，ialah 86 orang bagi setiap kilometer persegi. Kilometer persegi 就是这样，平方公尺一个，OK，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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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m。里面有住了86个人，OK，就是这样子，他意思说了，OK，然后来，可巴达丹本都多呢，它其实有一个 formula 啦，啊，这 formula 就巴闭哦，我没有看过它任何题目叫你算，只是给你知道一个 knowledge 的啦，一个知识，你要怎么样算那个那边的人口的密集呢？OK，啊，nisbah antara jumlah penduduk dengan kawasan kawasan 就是看它可巴达丹本都多，也就是你的总人口除以什么东西？那个地方的宽度，总人口除以地方宽度，你可以知道那个地方的密集度是多少了，密不密集？给、okay, 这个你们可以记起来也可以，可是考试还没跟你算的啦。OK，不对啊，这个好，在这里呢，你看这边有一个东西你们要记，就是第五。这个第五东西，这第五都要记起来。OK，第五要记啊。OK，说话讲，我们讲大多数呢，这一个我们的本地多啊，马来西亚的人民呢，都居住在我们可算是高上班的啦，城市，OK，城市。然后这边呢，你看这个图，这个图啊，这三个图要记啊。我勾的这个勾就是指的是这三个图，记什么东西呢？记起这个数字，如果是本都六八代，八代就什么啊？很拥挤的，对不对？
拥挤的话，它的人数是超过200人，在10 km/s，一定要记。考试有时候会问，如果是八加是多少人？多过200人那么勒贝代表的就是多过的意思。给、okay, 多过啊，然后写这里，我写起来。给、okay, 多过，没什么错对。我的锅去哪里哦？多过200人，这个如果是密集拥挤的话，第二个呢，如果是那种收这样的，不是很多这样的，我讲中等的呢，大概就是50到200人，10 km/s。好不好？然后很稀少的呢，少过500，哎，不，少过500了，少过50，记起来没有？数字很容易记啊，你们文字你记不到，数字我相信你们可以记到吧？一个是50到200，200以上，少过加让是多少？加让是什么？少过50。不让代表的吗？少过。如果你们记不到，到时候你自己写怀疑下去。少过50人，这样啊？假如是少过50人，剩下的是50到200之间，多的话200以上。OK，这样啊？这个像 size 哦，你们上个礼拜学的那个什么什么 molecule 啊，atom，对，一个是什么 gas 的，一个是什么？我本家的，这加 A 的，加谁记啊？这个就是本家吗？这个是IA 就是 gas 吧？这加 A 这个 gas。OK，然后这个呢，还是给你看一个数据啊，你们猜猜，在马来西亚哦，我们哪里一个州是最大啊？对，最大马来西亚，沙拉哇，对不对？可是你看沙拉瓦在哪？为沙拉瓦，你看沙拉瓦虽然讲它的地方大，可是它人口密集吗？不多，对，很多，它比较多是森林，比较多山嘛，所以人口不密集。你看，最大在马来西亚半岛这里啊，最大的州是什么州？巴哈，你看巴哈在哪？它也不多。OK，然后你看最多是谁？最多人的啦，哎呦，每天很头痛啊，也就是森林哦。Selangor 里面包括了 KL，你知道没有？这边你其实要加起来的嘛，因为 KL 在 Selangor 里面嘛。啊，所以你看每天塞车，每天放工上班都是塞车，假期都是塞车。是什么？因为它人口很多，所以最多就是 Selangor。然后第二个我们讲是 Johor 原因是可能是因为哦，它比较多人，他们居住在 Johor，然后他们去新加坡做工。可能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咯，OK，然后比较少就是那里，我们不要讲州啦，我们不要讲这个 Wilayah Persekutuan 啦，你看 Belize 哦，Belize 比较少，因为 Belize 州也是很小，小小的州，然后人口也是，Putrajaya 当然咯，因为 Putrajaya 它是才新的一个地区来的嘛，它人口没有很多，跟 Labuan 也是一样。哎，这个就是你要记到哈这边。OK，那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人口的分布，然后可怕的蛋啊，它的密集度呢，密集度又不同讲哦。这个8.1，密集度是哪一个比较多？比较拥挤的地方，你打开门，隔壁就是别人的 KL 的拥挤度会比较大，你看。它在每这个平方公尺啊，就是可以讲换那个图片里面啊，一百米一 km 的一个格子里面啊，它住了6000多个人，这个数据是很少啊，算少了嘞。你看这个才2010年，你从现在起有很多 condo，对不对？那个 condo 一栋楼可以住多少个人？有的 condo 是。四五栋楼哦，
一栋可以住一个5000，14个就啊1万人了哦，所以那个地区的人更加的多密集，这个数据我已经是我觉得是有还在生长了啦。给普吉亚和槟城，这些你们可以去看啊。沙拉瓦，沙拉瓦是最不密集的，为什么？没有，我讲密集的就是很拥挤，又很拥挤的。Yes，沙拉瓦它地大，它地方大，人多选择。KL 也是嘛，KL 它米兰亚马斯库丹，它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罢了，有很多聚集在那边做工啊，所以就很密集了。诶，地方越大，你看巴哈密集度也不是大的，巴哈地方大吗？然后沙巴也是地方大吗？沙巴密集度比较小。OK，回来啊。OK，然后接下来呢，这一边呢，这格子啊，你可以看到的，这格子呢，它就会给你介绍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我们讲啊、地方啊，然后它的人口的。那个分布是怎样的？我们想，我们常看到的就是 Lembaga Klang 呢，就是那个 Klang Valley 啦。我们讲 Klang Valley 就是从我们这种像 Mi Valley、Cheras，然后到那个 KL 那一个区的哈，那个地方，那个整个地区，我们叫 Klang Valley，很大一下。它整个 Klang Valley，你觉得那个人口是拥挤的吗？不拥挤。整个 KL Town 去到 Mid Valley 去到 Chora 不拥挤啊，这个人拥挤很多人，那么每天塞车的地方，那 PJ 那些全部是吗？一直到 Klang 那边整个带整一带 Shah Alam 那边全部叫 Klang Valley，所以这边的 Penduduk 是巴达的，哎，它是比较巴达，然后为什么呢？他跟你讲这一篇解释啊，这里我们先看这个格子啊，大家。左下右下角的这边，OK，它 Penduduk Padat，它在 Lembah Klang，原因是这个地方呢，Lembah Klang 啊，它是最早起飞，来打一点钱，被什么 Dibuka dan dibangun 就是最早期被开发的，啊，最早期被开发，然后刚刚好有我们的什么东西，有我们的。伊布那嘎达在吗？通常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啊，都是比较多人的，比较多的聚集在那边，工作机会大，然后很多政府部门在那边嘛，人口就比较多咯，所以自然而然，它是本都就拔掉的，OK，然后再加上呢，在这个伦巴根很大的嘛，这个区域，这区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城市在里面。很多班达本萨大城市，除了大城市，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很多高等学府，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我们叫高等，怎么叫高等学府嘛？OK，我不写高等学府，你们很容易，我讲大学，大家就明白了。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就是说大学，如果你要讲好听一点的话，正确的话叫。高等学府，很多大学，包括了政府大学、私人大学，很贵。哎，政府大学、私人大学，这些都是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OK，然后除了这些有大城市、有大学，全部都是大的，像大学、大城市，还有很多这些kawasan perindustrian，kawasan perindustrian 叫。这个字讲过很多次啊，也讲过5000次了。就是工业区，很多工厂。那刚我听到文君讲工厂也是对，诶，很多工业区，很多工业区。除了工业区，还有什么东西？不萨巴尼亚港岸，也就是商业区。这个商业区是什么的嘛？Shopping mall，包括什么 shopping mall？巴比利啊，Mid Valley 啦，还有什么很多。啊，一个城一大堆很多这种大的这个商业区，还有普萨布达港岸贸易中心，贸易，这里不是贸易，哎，贸易，嘿，
还有还没讲完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明星哦？再加上呢，这个 Grand Valley 呢，它有的地方是高啊山坡那种啊，旅游景点或是旅游区啦。旅区，哎，它也是旅游区。哎，妈，答对嘞，不要发懵。啊，在发懵，我就跟你妈讲，你在每天上课的时候发懵，不写，嗯，police，是的，yours，OK，还有第三，就第三个呢，lengkap dengan kemudahan pengangkutan，什么意思？啊？不懂，不懂，什么叫做 lengkap 先？能干嘛叫做完整或是齐全呢、啊？给、okay, 在什么东西呢？在它的这个公共交通或者是公共啊公共交通啦，哎，就是交不是公共交通嘞，不可能是公共交通，就是交通上方面它比较完整，就是公交通跟联系啦。OK，for example 有什么？我们这边很多大道啦，很多种 Lebaraya。然后 Lebaraya 是蛮孤单的，包括不管讲 MRT、LRT，然后还有是 KTM。你看别的州有吗？别的地方有吗？没有，是不是？然后没有，KTM 有，KTM 可以有。我讲 MRT 没有吗？KTM 只有这边 Klang Valley、KL、Selangor 有吗？然后还有还有些大道，像我们这边就有什么，我们讲 Saga、Kajang Highway。然后 Grand Saga，我们最近开了个新的大道是什么大道？诶，不是最近，不是最近还有开多一个在达曼萨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苏格大道，SUKE 的苏格大道，可以直接从乌鲁connect 到苏格达令。你们去，如果你们去雷哲莫啊，如果去到雷哲莫吗？雷哲莫，你们看到上面是很多很高的那个桥，那个是 highway 来的。那个 highway，然后那个叫苏格大道，苏格大道呢？SUKE 苏格大道，哎，很多人去打卡，因为你上上去，你走哦，你可以看到整个桥哦，晚上都很美，哎，可是要小心，那个苏格大道，啊，如果你在那边，你这边你去驾车，你没有看的话，不是上车，你是看风景吧，不是看车，OK，说、so, 这些，我们讲它的交通设施啊，联系设施呢，它比较完整又比较 modern。Okay, 然后再加上，为什么那个地方很多人？为什么你要去 KL？有时候你问我，以前问我，我不是 KL 人吗？我也不是两个人，OK，我是马六甲人。你就问我当时为什么我要来 KL？第一，我选择因为我读大学咯，因为我读大学嘛，OK。然后现在为什么我读完大学我不要回去马六甲呢？因为有这个博朗不格加案，有什么就业机会，就业。所以就业机会，所以他的就业机会呢比较高，也就是比较多工作做啦。啊，还有这些像住在 Belize 啦，住在槟城的啦，他们很喜欢来 KL 做工的。九号人比较喜欢去新加坡做工啦。啊，然后那个伊斯米兰啊、特伦甘努啊，喜欢去 KL，为什么？工作做工咯。为什么做工？工钱比较高。在这边，因为工钱比较高。如果在比起其他地方，在 Belize 啊、马六甲做工哦，同样的两份工作，那个工钱 care 会比较高，care 会比较高。可是算到来呢，也是一样的，因为在 care 的生活费比较高，得算它工钱高吗？也就是要看那个地方的生活费。如果那边生活费高，它工钱当然是要高，不然那边人吃什么？吃风啊，吃草咯。哎，也是一样的嘛，你那里工钱高，然后生活费高，然后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的地方，它生活会比较低，工钱当然是比较低咯。啊，然后啊，对，这个 taraf hidup penduduk tinggi，他们的这个生活，taraf hidup 叫什么？生活水平比较高。哎，比较高。
啊，网课同学，如果你们没有到这些字，你们没有写到哦，你们可以拍照起来也好，或者是你们看回去我那个 video 啊，我要 upload 在 Google Classroom 那个 video，我再写上去也是可以哈、啊。有一些字没有懂的。OK，然后好了吗？写了吗？大家啊，明白吗？对，这个是八大的，我们讲很多人啊，拥挤的，是在 Le Marclin。然后它的原因你要知道啦，他有时候会问你为什么那个地方这么多人？哎，你们要写出它的原因，就是通用的。如果多人，可能讲那个地方有大学，那个地方什么？除了有大学什么？还有很多那个大城市，还有嘞，就业机会高，然后那边有什么东西？有那个工业区，OK，有旅游区、商业区这些，答案都是对的。为什么那地方密集？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另外一个叫 Lembaginta。OK，Lembaginta 在哪里呢？Lembaginta 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怡保这边。在 Lembaginta，这是 Kinta Valley 啦。OK，然后他讲高瓦山一样，那种比较密集的地方啊，你看他通用了，他答案是不是一样？高瓦山巴林阿瓦迪布格南迪邦问，上面是不是高瓦山讲阿瓦迪布格南迪邦问？通用的答案，也是比较最早被开发跟发展的城市。为什么当时会被开发呢？这个地方 Lembaginta 先开发的 British。British，因为这一个 Lembaginta 这边有什么？有矿业、采矿，什么矿？细米，Bijeti 嘛。Penambangan 呢，也就是矿业，也我是不知矿业。哎，他们是矿业的地方地区，有细米啦。哎，Bijeti 嘛，我们叫细米。然后这边呢，Lembaginta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很喜欢去的，也是假期啊，这些人很喜欢去的怡保，伊布的格里 Perak 州的霹雳州的车哥首都怡保，OK，还有一些主要的这些城市啦，也都在这个 Lembaginta，OK，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什么，波罗不给加安诺，就业机会，以前他们去为什么会去这边采矿啊？然后还有什么？高瓦山本 industrial 工业区。如果你写高瓦山本来中岸可以吗？可以，也是可以吗？怡保也是高瓦山本来中岸吗？哎，那种旅游景点区，如果你想想看山啊那些去怡保，啊，怡保不单单吃吧，有很多那种漂亮的地方。Alright，这是 Lembaginta 是巴达的。然后我们看一个比较少的地方，我们叫等一下，叫。有没有听过迪迪王萨板桥迪迪王萨？我们上几个报才读到，对不对？那个板桥啦，那个山脉，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最长的板桥啦，叫板桥啦迪迪王萨。你看板桥啦是山脉吗？对不对？山啊！你觉得那边人口多还是少？少，别说的，我读读讲啦。它在板桥啦迪迪王萨人口比较少的原因是，我跟你讲了，因为它很多什么？很多山呐、啊，啊，你除非你要做啊那种搭证啊，去住山上咯。有，等一下，沙巴的沙巴啊，OK，加让，OK，就是在板桥地方上，你给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山脉，很多山哦，还有呢，除了山还有什么东西？森林啊，这个森林是这样。森林，森是 H E N G 啊，少 H E N，森林呢是厚的森林，不负担的吧？的吧面是厚啊，那个树很厚的吧？说、so, 厚的森林，主要是住在森林里面，对不对？你进去里面都没有 WiFi，你进去里面又没有电，又没有水，除非你要去体验那种啊。原始人的生活啦，你可以进去里面住，通常我们去里面 camping 啊就好了，几天就好，不可能住那边的吗？是不是？然后
这些地方看啊，本都本板桥那地方是为什么人比较少呢？因为它比较闷多，闷多叫比较落后。比较落后，还有比较德本就我们叫比较应该叫什么？比较偏远呐、啊。偏远德本就，又落后又为什么会落后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比较落后、比较本就呢？比较偏远呢？为什么我们讲定义那个地方是落后的？因为没有设施吗？没有什么人居住，你觉得政府会花这么多钱去那边去发展那个设施吗？没有吗？所以那边的东西会比较落后的，也比较偏远哦。再加上那边的工作就业机会是得旱的，就是有限的。哎，所以你可以这样写啊，如果你不明白啊，就业机会有限。你都说有限吗？有限多了，或者是不多了，不写不多。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就业机会有限，就是不多啊。然后它的经济活动呢，只是也是有限的。你可以想想，这边在这种深山啊、森林里面有什么经济活动？砍树对，砍树叫本巴拉干巴哦，这个本巴拉干有什么？可能是什么？文工队。本田干有，可是不多。我讲的话，所以它是有限的。做 majority 就是本巴拉干，可能采矿咯，采矿，或者是那个扎石头的所以它的 economic 的话。导致到他的工作就业机会也是有限制的，也是有限不多。你比方那些就是砍伐树木的咯，砸山的人咯，这些咯。所以他的这个经济活动啊，可以 经济活动有限经济活动有限。Next one 啊，刚才他讲了，主要的这个经济活动是什么？伐木、把巴拉干、树啊，这样。哎，叫法国。你看，这些吗？哦哦哦，你有谁在法国？有哦，只是你看不到罢了。鹰嘴厉害，鹰嘴第一名，鹰嘴第哪黑的？喂，我已经看上大眼睛，他就是他了。大眼睛啊，兄弟。三百。好啦，必要吗？写字要快一点的嘛，人家中学写字不快，一直落后，一直落后，一直落后。OK，来，我再看另外一个地方，请你，我要问一下你们，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贝达拉曼。巴达布达拉曼叫什么？布达拉曼叫对，意思是一样对啊，它是内陆，内叫谁啊？内啊，印尼爱内陆。OK，班戴迪摩在哪里啊？什么呢？就马来西亚又在哪里啊？迪摩是东还是西？开东啊，那你讲嘛，东东海岸。东海岸，东海岸在哪里呢？我丢下去，别让。不是那个别让，是 Para。在哪里？来，请看你们上面不是有一个图啊？这边啊，这个地图，请告诉我，什么班代迪莫什么南疆马来西亚在哪里？我要等多少度？班代迪莫斯马南州马来西亚在哪里？迪莫在左边是右边？右边哦。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带的内陆，这边是靠海啊，你看到它点点点全部是靠海的，然后这个白白这边啊，这边是内陆，就是高山巴达拉曼班代迪不，班代迪摩什么南州马来西亚，我是讲不到这个话，OK，它的人口比较少，比较少。然后靠近海边的呢，它人口会是省得含的中等的。然后你发现到这里吗？这里啊，这里是班代巴莱，我们的西海岸。你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告诉我有什么特别？你们自己 observe，告诉我。很多什么东西？我讲，OK，我跟你讲，为什么啊？这一边啊，左手边的咯。都是比较多人的，你发现没有？很多大城市在这里，马六甲啦、舍人班啦、布特加亚、KL 啦、怡保啦、槟城啊这些哦，它全部都在左边，所以这一边的人口都是比较多的，也比较密集的，比起这个西海岸它比较少。那又加上哦，为什么很少人会去这边？每一年哦，年尾就下雨增水，下雨增水，这水需要住这里，对不对？还比较少啦。哎，然后可是我们现在 focus 刚我讲的，它这个这边的内陆啊，它也是讲什么比较少？哎，也是比较稀疏的。为什么？因为高瓦山 Ber Baya Ber Aye Ber Baya 叫 Ber Baya Baya 叫早。沼泽啊，沼泽讲这边，我得找个 JAO，沼泽啊，哎，JAO 了，哎，它是有沼泽的，然后有很多水的地方，然后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他讲，舍林蒙啊，拉米班杰啊，班杰叫什么？flood 啊，水灾啊。所以他就讲了很长，很长发生水灾，尤其是在安尼摩孙迪莫拉沃啊，安尼摩孙迪莫拉沃，如果我不懂的话啊，我放这边，安尼什么是迪莫拉沃迪莫嘛，在这里嘛，所以他这个安尼摩孙哦，他会从这边吹进来。尤其是这个时候啦，11月中的时候啊，开始要暴风大雨。那最近是下雨了嘛？开始要下雨要来了咯。这个啊，你摩孙地马勒啊，大概是会有可能会有，不是一定啊。OK，这边的风就会从这南中国海很大风，风带来的话，从海吹过来就会形成什么有雨哦。所以哦，在这里每天年尾哦下大雨的。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大风大浪，所以海水就涨下来这边哦，很可怜，每一次都是增水，几乎在每一年都会增水，这边的人很头痛的他们。OK，因为这个昂因蒙孙迪莫，然后这位先生的风，木心蒙孙迪莫，然后就是季候风的转换。在11月就吹来了，风从哪里来呢？从中国吹过来，我们这边这个风都去到哪里？还要去到 Australia，还去 Australia，因为 Australia 这个时候是夏天，哎，通常它就会从冷的地方吹到夏天，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啊，1月、2月尾、2月的时候啊，从 Australia 就从那风那边从 Australia 那边吹，因为 Australia 的时候是冬天了，它就吹。然后经过我们去到中国回，吹了风从中国去学院去中国，它的风是很奇怪的。嗯，诶，我们这里哦，这我们这水啊，风吹来我们这里，然后去到学院。啊，是因为冷，可能是因为下雨，然后我们的温度会降低一点。啊，最讨厌就是下雨，烦死了。那有一个什么？睡觉的时候下雨好啦，有时你那天下雨了，你觉得整个很无力啊。